冬雨，我本来已经对你死心嘛，也毋过经过迄暗了后，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放袂记。冬雨，我无想要做你人生的过客，我想要对你的人生负责，我想要好好爱你，好无？你要创啥？我讲给我，我看卖啊！你手机啊，迄荧幕有设着无？够有种无啊？唔骗啦，我习惯是无问题啦。冬雨，你乖乖。我哪有？创啥？创啥？创啥？嗯，啊！我你即马是把张姐当作犯人呢？啊！伊要卡一下电话，叫人来吃饭，你嘛要光明光晒哦。都还袂过你问嘞，都管遐尼多。敢讲你即马是对阮东无信任？那你这点哦，真正是有够扣分的啦。无老爸，我无就好啦。啊，若无参像阮东有条件遮尼啊好，那毋是恁家有问题啵？你含伊个三句话拢卡袂着，管到遮尼啊阔，吃饭啦，枵死。失礼了，我唔是要存心甲你吓惊的。不要紧啊，林美燕，林美燕在倒位？妈，我来去看麦。哦，喂，阿林呢？你是不是甲我阿公？我拄有心的时阵，妈无想要认这个囡仔的代志。我是有讲啊，那是因为黄玉珍受过病吧，无够家我唔才会。那是我的弟弟，你哪会当真正甲别人讲？你将你当作医生讲？我只是想要替你，我只是想要替你讲一下话。你敢知影？因为你的大嘴巴，即马很假的人拢认定。我一开始就无想要认这个囡仔，你对我是真狠心，甲你囡仔的妈妈，玉珍想要跟我离婚啊，我大家要跟我滚出娘家。哎呦，因那人的代志哦，是我应该去处理啦，这个菜。我真无简单。才为老体全部行出来尔呢？你竟然让玉生伊毒咸，甲我赌一赌，你算啥物好朋友啊？你根本就是要害我，甲我害死！你啥都要误会我，咱四个人当中，我知影你去让恁大家苦斗，你后生阁无钱，讲什么对你特别好，结果你拢看袂出来。拢较冷静的啦，我林美燕自头到尾拢无想讲要害你，为着要陪你去陪伊，我陪父甲我家己的人约会，为着要让黄玉珍摕到平安，我阁偷偷啊冒险，甲公司的代表甲伊讲，我对你这么用心，结果你拢看袂出来。美燕，你是在讲啥？你敢代表下老黄玉珍？你哪安尼走啦？那是我做这，你知是要安怎？我嘛知影无这个孝，孝可会真严重。啊，不过唯一不是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，就爱为着出来跟伊开销咧烦恼。啊，讲伊后生请你唔办代志，我想要跟伊闹三工。
结果我先让你误会，误会我伫咧害你。高慧云，姊妹仔不是安尼做的，你感觉你真委屈，感觉我袂委屈。慧云，讲老实话啦，我一开始我就感觉你有心的代志，不应该污蔑你厝内底的人，尤其是恁先生。啊！你一开始因为惊黄玉生伤过幼稚，就惊囡仔会造成你的负担。啊！不过后来因全家伙啊，把你当作宝贝安尼哄待你，你就改变主意。啊！这个过程，阮都看在眼内。你若是无想要让人知影你的秘密，应该一开始就什么人都莫讲，安尼就免惊什么人会无说讲出去，还是安怎？我不对，你现在都把所有的建议都塞在我的身上啊！我嘛有斗三工替黄玉珍摕到合约，你之前有钱的时阵，我把手大家疼的，感觉我拢无功劳。李冬雨，你是因为你家己嘛有袂当让人知影的秘密，才讲这款话。你莫袂记得哦，有一挂代志，你也莫知影。你即马我到伊那边去，无得看明仔载，伊就会把你的秘密全部拢讲讲出来。今仔日是我受委屈，明仔载，你话你靠袂离啊！高伟宇，你话要啥都袂讲哦。冬雨的代志，我绝对守口如瓶，袂讲出去的。冬雨，你是不是有秘密？是我唔知影。有秘密的人唔止我一个，你的秘密若是叫我讲出来，绝对是核弹级的。你今麦会当体会我叫我肚子多的心情哦。你放心，就算讲我今麦规身躯拢是伤，啊，不过不管怎，我拢会照样送起来。我绝对袂甲我好朋友的秘密讲讲出去。今仔日，我伤心无话，就是我叫两个好闺蜜都难当，我真真痛。慧宇，你现在都唔肯相信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现在姊妹仔已经爱冤家，我还同想说你才欢喜啊！阿姨是。我个丢脸，我个就快快，我先走。阿姨，求你治疗舒风。是的。我知你想要问啥，啊，拄则魏云讲的秘密就是。咱公正正经遐代志，你拢知影，我应该唔免阁解释了吧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嗯。应该是梅艳袂记你提物件，我去替伊开门。你哪来？我收你啊。像啊！关节啉酒醉啊，我送伊回来。对，
感谢你把阮就送回来，现在照顾你的事情，你就走。冬雨，是的，拄才送冠杰回去，敢有把你惊着？我知影，你搁住伫陈小川因家，要顾念陈家的温情，甲姊妹仔情，有真侪为难的所在。只要你愿意，你欠陈家的，我会当替你还。我干那希望，你给我一个答案，你敢愿意跟我做伙？我要安怎才好？冬雨，你是在看什么讯息啊？看我刚刚在游到高边的。无啦，啊，就烦恼拄只大家冤家，文云甲美颜心情无好，传讯息关心伊到厝的。啊，啊哪呢？因刚到伊厝啊。啊，未看讯息啦，啊，不过应该无代志。我无想要咱两个嘛变作是安尼。所以我希望你若是有代志，你会使对我讲。我敢真正会当讲，讲我真正付200万，逼到无法度喘气。讲安迪副总真正甲我斗三工足多，讲我甲安迪副总已经……你看你，你整个面哦，拢油头到面到安尼啊，蛮较轻松的啦。你心内？敢真正有代志，你会使特别甲我讲，袂要紧。四位，今日两个啊，是要搬久啦？我哦，想要倒一杯水来饮嘛，总歹势你吧。你，想要找你查某囝？算一卡手指拢无，等结婚以后，嘛干那只会当予伊带天厝，含冷气嘛无通吹。但你怎啊扮作亲像咧牵伊的手，讲几句好听话，就想要收人心？冬雨，阿伯讲了无唔对啊，咱两个人结婚，我煞无予你一个手指，确实对你足委屈的。无咱这礼拜只为了去买手指，你我去公证好无？唔免啊！你拄去食堂上班，拢还袂领着薪水，哪有钱通买手指啦？而且阿姨要出国啊，就算咱要登记，嘛要等伊回来哈。你讲的嘛是吼。好，今日洗身躯啦。可免哦，连伊哦，赶紧找人去遐抢便所。那呢，我先来洗。姐妹啊，拄才讲你阿爸爸，可是甲你安尼有总管的呀？刚刚去买都无回来，是甲伊。爸，你莫别讲好不好？我了什么拢别讲，你是紧张啥？啊，好好好，我拢莫讲莫讲哦。是讲你即马应该嘛有感觉着吼，不管是药还是姐妹阿伴吼。只要若拄着代志，也是随人顾性命啦。啊，即马吼，只有恁老爸，我，才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也是你上天的靠山啦吼。啊，有信心咧？你无要看者啊？等你再看啦。啊，看来你的秘密阁不哩啊多吼。好啦，到你即马头脑吼，安尼愈来愈清楚。真好啦吼，别管你戆戆啊，干那想要嫁予一个董志伟啊，是讲，冬雨啊，以后你若有啥物想法咯，爸爸同你定会支持你。